阿东阿布叫美玉。进来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黑叔叔。6月26号，美国同性婚姻合法化了，很多网友改变他们 FB 的大头照。西班牙已经合法化了10年了，为什么没有人改 FB 的照片呢？阿大新闻，台北报道。喂，阿黑。是我，欧巴 Gangnam Style 方便说话吗？嗯，我刚大便，好爽。靠，不用跟我说了。最近你在搞什么鬼？我在怕同性婚姻合法化。真的假的？靠腰，应该很忙吧？难怪都没有打给我。你也很忙，好不好？我看到你上康熙、大明星。快点，你要什么？我问你哦，可不可以拍一个影片讨论同性恋？你很烦欸。好啦，下次请你吃热炒店。好啦好啦，你真的很烦欸。好啦好啦，每天欸，我都不打干卡话吗？每天欸。各位同学早，什么是同性恋？其实我们先要分性别认同跟性别倾向。虾米？好，我比较简单的说，你是一个蝙蝠侠，喜欢另外一个蝙蝠侠，所以你是一个 gay 的蝙蝠侠。也许你是日本女生，然后喜欢另外一个日本女生，所以你是一个日本辣子。或是可能你是一个蓝白托，然后喜欢另外一个蓝白托，所以你是一个同性恋的蓝白托。所以基本上同性恋是喜欢同一个性别的人，简单吧？有人喜欢男生，有人喜欢女，有人两个都喜欢，有人两个都不喜欢，有人不知道喜欢什么，有人喜欢苹果，有人喜欢草莓，有人喜欢吃苹果跟草莓，有人在减肥，一样的道理吧？干嘛大惊小怪？所以下来我会把同性恋换成说喜欢吃草莓。常常听到对喜欢吃草莓的人不太好的说法，例如如果我们接受有人喜欢吃草莓，以后大家都喜欢吃草莓。如果你是男生喜欢打扮，你一定喜欢吃草莓哦。如果你是女生不喜欢打扮，你一定喜欢吃草莓哦。如果你喜欢吃草莓，你的孩子一定会喜欢吃草莓哦。哇，你喜欢的东西跟你的家人一样吗？喜欢吃草莓都会乱吃草莓，喜欢吃草莓是一种病。如果你的朋友喜欢吃草莓，一定会想要吃你的草莓哦。喜欢吃草莓好变态，喜欢吃草莓的人一定是本来苹果让他们伤心，最讨厌苹果。如果你两个都喜欢吃，即使你喜欢吃草莓，但是你假装喜欢吃苹果，喜欢吃草莓都有艾滋病。啥？如果我们接受有人可以喜欢吃草莓，之后人类会灭绝。假设你上女校，你会喜欢吃草莓，但是等到大学你会喜欢吃苹果。如果我们让喜欢吃草莓的人领养小孩，小朋友很可怜，因为家里没有苹果。拜托，只是吃草莓而已，别人喜欢吃什么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别人喜欢吃什么水果怎么会影响到我们喜欢吃什么水果呢？胡说乱说，哪来的道理？而且你可以决定你喜欢吃什么呢？我不可以，我要喜欢吃草莓。草莓不行，我还是喜欢苹果。不过为什么还有人有这些奇怪的想法？我觉得是有事情不懂，我们会害怕。你多认识同性恋，你会发现没差。西班牙会歧视同性恋吗？会啊，每个国家都有。台湾人表面上对 gay 比较善良，但是有一些刻板印象很夸张，太离谱。Q&A 的时间到了，这个礼拜阿妈来回答你们的问题。我们来看一下观众的信。我对 email 不熟，哈哈哈哈。你支持同性恋吗？你会支持异性恋吗？异性恋加油。很奇怪吧？对我来说，异性恋、同性恋都是人，而且人很贱，贱人就是矫情，所以没差啦。但是我支持大家都有一样的权利。那你是不反对？什么不反对？没有人该反对还是不反对别人喜欢谁。如果一个男同志跟你告白，你会有什么反应？
正常我很帅。如果有人觉得你是 gay， 你会觉得怎么样？大家都是已经这样觉得。假设你的女儿跟你说她是同性恋，你会怎么办？鼓励她交漂亮一点的女朋友。那假设是你的男性朋友呢？我会问他，同志怎么可以身材那么强壮？我一直断言没办法这样。靠靠靠！如果你的女朋友跟你说她喜欢女生，你会怎么做？可不可以有3P的机会？拜托拜托。那如果是你爸跟你说他喜欢男生呢？爸，你肚子那么大， gay 市场很严格，怕你找不到男朋友。这个礼拜的 Q&A 就到这儿。问题，你看完这集有没有什么新的想法？第二个问题，你喜欢吃什么水果？可以把握机会出柜，要出要快哦。下个礼拜见。如果你跟你的朋友分享这个绯闻，送给你。阿多阿多阿，阿多阿多阿，阿多阿多阿。